一只狐妖用修行千年的妖力救了凡人的性命，坏了妖界的规矩，自此被打入寒冰地狱，在酷寒中受尽折磨。一只彩雀被冰湖中的面孔吸引，日复一日在深渊边盘旋。我有两个嗜好，驯服最骄傲的骏马。拥抱最美艳的女人。
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你能给我什么？美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说得出，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要你的心。我看他也舍不得，省得跟他啰嗦。姐，失了这么多人了，哪一个不是口是心非的？能自愿把心给姐姐的那个人到底在哪儿呢？日食之期就快到了，姐姐别担心，我这就召集所有伙伴一同去找。小女子名叫小维，自幼以歌舞为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愿跟随将军服侍左右。
为我喝酒。将军，我以为强盗又来了。将军的身体好热啊。我害怕。天下还有这样的男人，竟然不受姐姐魅惑，把他的心挖出来吃了吧，给姐姐补补气力。慢着慢着，怎么了？这个人的身体格外炙热，连寒冰都不能靠近，刚才多亏了他在。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是个女的。姐姐，你白忙活了。讲故事好不好？妖貌若人形，口吐人言，站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妖最会蛊惑人心，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还以为自己心甘情愿，其实是被他的妖术蛊惑中了邪。然后他是朝你进去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呀？这叫寻妖瓶，哪里有妖他就在哪里闪。你们知道为什么妖要害人吗？不知道。因为妖没有心，只有妖灵。他必须吃人的心才能保证自己的人形不变，然后继续害人，到时候你们就得来请我。又来了。干什么？回来！
妖。满身酒气，像什么样子？太失礼了！你们给我记住，别个个直眉瞪眼，要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别看他的脸，知道吗？武技校尉霍心，参见公主殿下。看来边关很自在，霍将军已经乐在其中了。臣知罪。霍将军可记得宫中一别有多久了？臣不记得了。想六七八年吧。不对。臣鲁顿，请殿下恕罪。给霍将军行行酒。十八年有七个月，下雪了。白酒，我要犒赏边关将士。两位兄弟，你们校尉府里有妖，妖知道吗？这玩意儿可挡不住。
你们看，我这个是寻妖瓶，哪里有妖它在哪里闪，你们府里有妖它就在这里闪，明白了？让我进去，我要见你们的霍将军。霍将军，酒宴之上不必拘泥君臣之礼，来，一起喝。臣九军蛮荒之地，疏于自律，经公主殿下责骂，绝不敢再饮。你要是敢靠近霍心，我就杀了你。想为本氏割忌，还望殿下恕罪。霍将军就在门外，等了一天一夜了，殿下欠吗？姑娘姑娘姑娘，哎，告诉我去哪儿啊？大哥送你去。给我让条路，我到前面找位亲戚。哎，姑娘，还是跟我走吧，我带你去找亲戚，好不好？
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嘛，啊，行不行啊？看您印堂发亮，红里透紫，定是肝火虚旺。小弟我有祖传秘方，药到病除，您来两副。嗯，姑娘快走，卖假药的敢坏老子的事儿。你敢打我，我可是霍将军拜把子兄弟啊，霍心的爹还是我的马夫呢，那德行。姑娘跟我走吧。妖什么妖？你不是捉妖师吗？没见过妖啊？你是哪路妖啊？当年做雨灵侍卫时用的佩刀，你还记得他吗？我还以为这把刀留在黑熊肚子里了。自从你离开了京城，每到下雪的时候，我都会在刀柄上镶一颗宝石。工匠说，再多一颗，就镶不上去了。回答我，我只是殿下的侍卫，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殿下，那边危险！你别管我。霍心，看着我。现在你说，你喜欢我吗？臣曾想。一生一世都守护着殿下，从来没有人看过我这半张脸，但我不怕你看到。我现在允许你摘下我的面具，you
白城和天狼国相距不过百里，随时会爆发战事，殿下不宜久留。我可以走，但我要你跟我一起走。我们两个人远走高飞，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只有我跟你。殿下说什么玩笑话？霍心不能在山里值守，殿下与我尊卑有别，霍心不能一错再错。不要赶我走，请殿下永远忘掉霍心。Sam Sayam Chinti Prapit Amadeva Mehbala The Hoodla Nahalaj Hoodlaya Sina Kapta Desya hasya, pasyat yata rahuhu suryam, grasis yati pata gevanam galam, raja putram teksamipam pratya gachat. Mahara hudiva, mam, manda pakyastrim. Padni adya, roshni namukatu. Satagana padiyati sa na agachati tam aparandi. 你走吧，替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紧张，我请你吃好吃的，你还想害我不成？不是的，不是的，我想知道姐姐是哪路妖，瓶子怎么都不灵了呢？我看你根本就是冒牌的，你连我都不认识。我真的是捉妖师，我家十三代都是捉妖师，一脉相传，如假包换。姑娘若不信，妖点为证。什么玩意儿？妖点姑娘没见过？这是我祖传的，天下的大妖、小妖、老妖全部记录在案，天下仅此一本正宗捉妖师才有。那你给我看看，里面怎么说我的？妖形、法器、野虫、走兽、鸟。满满鸟，五四九头鸟，鸟身龙首。狮鹫、鸾鸟、精卫、凤凰、书里边没你，你可能不是妖。我怎么不需要了？你怎么不是妖了？你是不是妖？妖典里没你，就算你是妖，你顶多也就是只小野妖，时间短，没资格入不了册，业余的。你，你顶我干什么？你就是不够资格。你入不了妖典，你杀不了我，你不是人。不错，我是妖。你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能救我，我触犯了妖界的禁忌，被困在寒冰地狱500年，好不容易逃出来，他们会随时抓我回去的。这关我什么事？你的心与常人不同，可以驱退寒冰。妖术，别在这装神弄鬼了，你就是那集市卖药的吧？我这瓶子里装的可是一只九霄美狐的断尾，这是祖传的，每逢狐妖经过，这瓶子就会发亮。霍将军，你如实告诉我，你府上最近是不是来了什么人？狐妖这玩意儿可会弄得你家破人亡啊！我亲眼看见他进了你的府上，骑着高头大马，戴着面具，这一经过我就……来者是靖公主，你不要乱说话。靖公主，公主来白城干什么？殿下既然这么喜欢霍星，就更不应该死得不明不白。殿下是否想过，
你和霍将军分开八年有余，如今他是否另有所爱？恕我直言，男人最在乎的还是女人的样貌。我不信，霍信不是那样的男人。那他为什么拒绝你？男人眼里只有女人的皮相。他说他记得我原来的样子。你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帮我回到原来的样子吧。妖的相貌可以自己画，可是你是人，画不成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堂堂一国公主，怎么可能借用别人的皮囊去取得男人的欢心？你试试，如果你变成我的样子，他会怎么对你？就像做了一场梦，在梦里自己换了件新衣服。
不想生而已。从现在开始，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世上没有一个男人能抵御你的魅惑。为了得到你，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说任何话。六个时辰之内，你必须回到这里，换回你自己的皮，要不然，它就会开始爆裂。霍心，我现在允许你摘下我的面具。公主殿下让我问霍将军几句话，霍将军可知道圣上共有14位公主，13位都已婚配，为何只有靖公主一人迟迟未嫁？那是因为全天下的男人没一个配得上靖公主。也许公主早已心有所属，只想和那个人共度一生，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公主说，8年前你拼了性命救了他，
因为你他才死而复生。那是履行我的职责。职责？公主毁容以后，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开她。将军不妨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嫌弃公主的容貌？不是。或者说你没有喜欢过她？姑娘请回吧，我只是个边关的校尉，生死叹息之间，儿女情长的事也与我无关了。将军心里是否有了别人？你说有就有吧。果然。他是谁？公主的刀怎么在你手里？我要替公主杀了你。你拿刀的样子都挺像公主的。成精药570年，蛇成精药820年，狐狸成精药足足1000年。别动！所以狐妖最接近人，最通人性，也最能揣摩人的心思。哎，你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这位狐妖姐姐？见他干嘛？我其实我也没见过妖，都是听父辈说妖的故事，所以我你到底想干嘛？我想成为妖。这都什么世道啊，妖想变成人，人想变成妖。变成妖多好啊，你看长生不老，变化多端，想干嘛就干嘛，谁也欺负不了我。可是妖真的能变成人吗？你看看啊，
行、修道、法术、法器。哎，这里，你看，转生术。每逢日食之刻，昼夜混淆，阴阳颠倒，一片混沌，是起死回生、人妖互变的唯一时刻。若妖想转生成人，必须有人心甘情愿把心献给妖。妖妖就能变成人，你看这上面有啊。哪会有人自愿把心掏出来献给妖呢？你愿意吗？其实这只是个传说，至今还没有转生成功的记载呢。那要是到了日食，姐姐还没变成人，那不真的死路一条？什么情况？狐妖想变成人？我没说错吧？天下的男人眼睛里只有皮相，霍星也不例外。我恨你这张皮。可是霍星喜欢。毁了这张皮，你就得不到霍星了。你可以永远拥有这张皮，不过你得付出一点代价，不多，就一点点。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可以把这张皮送给你。为什么？我身上很冷，越来越冷，我想借你的心用一用。不行，你这当千里迢迢，不就是想和他在一起吗？武技校尉霍心求见公主殿下。记住，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是我。霍将军请进。公主殿下，请把刀收回，尽快启程。昨晚你跟谁在一起？我命令你回答我。跟一个女人。做了什么？是个妖，你杀了他！我命令你杀了他！你会看清他的真面目。你舍不得，我杀给你看。你躲开。让你不识真假，人妖不分。
那头许安驾到。臣护驾来迟，请公主殿下恕罪。当年伏羲为了收服天下的妖魔鬼怪，用自己身上的血造人，造的第一个就是捉妖师。我看你跟这本破书一样，都是假的。你根本就不会捉妖，你只会吹牛和骗钱。捉妖师身上的血可以杀妖，世代相传。你别看我的药买的不咋地，我身上流的血可是真的。那你拿出点血来试试。看你那个怂样，不就要你点血吗？又不要你的命。姐了，姐姐说过，爱的感觉就是疼。天子迭行，天狼一帮，玄不绝育，扬我威德，庶来请婚，为显我中原大国之恩，朕特准天狼国赐婚之情，遣皇女靖是天狼王子，自此两国缔结良缘，永不相扰，以告天下。皇女靖所经之地诸城关协同护驾，以保安全，钦此。公主殿下，李英五日前抵达天狼国与王子成婚，途中殿下不辞而别，臣诚惶诚恐，四处寻觅，如今殿下只留白城，恐致我朝于无义无信，引发两国分端呢。我不去。和亲之事关乎我朝命运，还请殿下以国事为重啊。我不去和亲。我已经是霍心的女人了。你来人了，把这个犯上作乱的罪人拉出去斩了。不许动手，谁敢碰我小姐？不许动手，你们竟敢谋反。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禀告将军，城外十五里发现天狼大军。
姐姐，你看，我知道疼的感觉了。只有人才知道疼。可是我真的知道了。不过被扎了一下，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就是懂。你有过人的体温吗？有过心跳吗？闻过花香吗？看得出天空的颜色吗？你流过眼泪吗？世上有人爱你，情愿为你去死吗？有吗？8年以前，我已经让他受了一次伤害，绝不能发生第二次。你们的皇帝已将靖公主许配给我国王子，我们是来接亲的。公主殿下一路辛苦，想在白城歇息几日，你们耐心回去等着吧。我们的耐心已经用尽，如果不交出公主，我10万天狼勇士立刻踏平白城。哪儿有勇士啊，你们不就是人多吗？是不是女王的母爱把你们都变成了软骨头？你们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上啊？将军命众将死守城关，自己出城挑衅，为的是争取时间。他特命老臣趁此时机护送殿下从城后小路撤离。公主殿下，万万不可毁约呀！现在出城为时不晚，否则必将引来大祸呀。シャトルカペデナラホジャチュランノブリノティパニガランビランバテ。
言不守规矩，我来与霍将军搭把手。开城门，交出靖公主，我的主人可以饶你不死。已经背弃过婚约，我们如何相信你的承诺？信不信由你们，若不退兵，你们只能得到一具尸体。三天之内，如果你还没有跪在我的面前，我一定会回来杀光你们这里所有的人。Thank you.
过一个人，一心想要和他在一起。他说他爱我，我相信了。后来他又说他舍不下他的妻子。我用修行了千年的妖灵救了他们的性命，因此被打入寒冰地狱，受尽折磨500年。我好羡慕你，有一个人爱你，可以为你去死，你怎么会舍得离开他？我是一国公主，我没有选择。你有，你可以变成我，留在他身边。但是你要我的心。对，用你的心来换我的皮。你们杀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要取我的心还不容易吗？为什么要费这么大事跟我纠缠这么久？我说强取是恐惧之心，死亡之心，没有用的。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把心送给我，唯有如此，我才可以转身成人。换了皮，我可以替你去天狼国成亲。去了天狼国，你会生不如死。可是我至少有一次做人的感受。我以为做妖自由自在，原来我们一样。没有了心，我会怎么样？为了保住这张皮，你必须吞噬人心，必须四处飘荡，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只能躲在这张皮之下。但是我能跟霍心在一起。心，你会变成妖，甚至会被抓回寒冰地狱，忍受冰封之苦。我明白。我心甘情愿。Thank you.
公主殿下让我留下伺候将军养伤，他还说让你把我当作是他。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心跳？想必十分辛苦，天狼神在上，请干了这碗迎宾酒。尊敬的公主，我的弟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他沉睡着等待你的到来，明天你们就将结合，去吧。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两个月前妖魔偷走了他的心。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你的心。公主殿下，有一颗死而复生的心，只有你这颗心能救活我们的王子。就在明天日食之刻，我以和亲之名请公主殿下来到我天狼国，帮我们完成这神圣的仪式。我们要的只是你的心。大人，救！你的心将在我弟弟的胸膛里继续跳动，他的血会再次的沸腾，接替我统领天狼国。Lavamano Yavita Svamatuhu Rakdam Nagrasati Adni Davida Gocharo Sara Asyanta Grahmagam Mindati姐姐，你是狐妖姐姐吧？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听见一切，我只是……Ha ha!
去了你？不见你人，因为你真的变成妖了。我还是做人吧。我今天看着你那狐妖姐姐，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了。算了吧，我永远也不想做妖了。你看到的不是我姐姐，是公主。公主？姐姐跟公主换了皮，她现在代替公主去和亲了。哎呦，公主把自己的心给了姐姐，她现在已经变成小唯了，很快就会变成狐妖了。天狼国的和亲是假的，去送亲的人都死了，我亲眼看见的。他们把姐姐送到一个山谷里面，那姐姐现在已经没有了法术，那她怎么办呀？霍将军，霍将军，公主没有走，她变成小唯，他俩换了皮。他是个妖。我命令你杀他。我已经是霍心的女人，你是不是嫌弃公主的容貌？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心跳？公主的心在那狐妖身上，过了日食之刻，人妖互变，这颗心就再也拿不回来了。霍将军，公主若是吃了人心，她就永远变成妖了。不能吃，走开，我不是你的殿下，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的，我不是。静儿，我14岁，被选入雨林，成为你的近身侍卫。当我第一次在猎场看到你一身戎装的样子，我就梦想着能一生一世陪在你的身边。可是我现在不是你的静儿，我是丑陋的妖怪。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告诉你，你是最美的。我吃下这颗心，我就会有这世上最美的容貌，我也不再是公主，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静儿，你不能吃，我们一起去把你的心给找回来。我的心，你不是最爱这张皮吗？我中了狐妖的法术，虽然我的心里满是你，但是我的眼睛却被这张皮所魅惑。美貌人人都爱你，没有错。我吃下这颗心，我们一起去采杜鹃。静儿，是我的眼睛害了你。我就是1000次看见这张皮，也会1000次被他魅惑。霍心，霍心。
现在美貌对我没有任何价值，你不用再吃人心了。我们应该高兴，你还是以前的你，我还是以前的我，一生一世我都陪在你的身边。Javam Syaha Beneha Svarayam Darshayet Atma Jidah Svastanam Pradipatya。Javam Syahabana Svarayam Darshayet再也醒不过来了，快去救小薇，她会是个好姑娘，把她当成我。静儿，我闻见了杜鹃花香。静儿，
雪儿，你怎么了？雪儿，我要走了。雪儿，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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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雪儿，回来！回来！不，雪儿，不！上尉在这儿。
霍将军，快！你要做人，把我的心给你，我心甘情愿。请把静儿的心还给他，让他活下去。人心是暖的，眼泪是苦的。杜鹃花真的很香。
逢日始之刻，昼夜混响，阴阳颠倒，一片混沌，是为起死回生、人妖互变的唯一时刻。妖若想转生成人，必须有人自愿把心献给妖，妖灵融入此心，与人身合为一体，共享此生。触摸，画着
Something at the edge of space, calling us to fly.